接下来我们要在跳进中间，你看跳进中间，按照我们现在要跳进的顺序，我们会先不提指示，舞蹈者啊是准备要跳的，尽量不要太中间。 好，接下来介绍是我们张若瑄赵老师，欢迎。好，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今天的裁判长，今天的评审长李洪夫李教授，辛苦我们裁判长了。好，在竞赛之前，我们特别的再请我们裁判长仔细的介绍这次大会的规则。好，请到李洪夫李教授。好，我们这局要再休息一趟。 所有在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么我今天就稍微的再把比赛的一些注意事项跟大家报告一下。然后呢，这次比赛是有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是农耕渔猎，你可以同时成就农耕渔猎的主题，或者是渔猎的主题，或者是农耕的主题都可以，这三种我们可以都可以选一种。那另外在评分的标准呢？
测试占30%，舞蹈技巧还有紧急度呢占25%，服饰呢8%，道具呢占7%，参与人数呢占10%，啊，另外还有领唱的这部分占了20%，啊，那这几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都准备好了哈，所以我们待会儿就期待大家的精彩的演出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我们。裁判长和天敌，那当然最重要，今天要呈现完美的舞蹈，还有精神，那把原著的文化元素都表现出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能要先请在场中央的摄影师，可能你要撤到旁边去哦，哈，就是请工作人员协助一下，因为在中间我们的舞蹈像行云流水。有海浪会撞到你啊！来协助一下工作人员，协助一下。所以我们场中要净空。那当然，因为场地的问题，按照我们原住民传统的舞蹈来说是要打四脚，比较符合我们传统的元素。但是因为场地之前是花灯的会场，后来水泥打掉之后再铺上这个泥土，所以可能当中有很多的。那个尖刺会伤到我们的乡亲好朋友，所以我们大会特别规定可以穿鞋子，而且不列入扣分。那这个也在我们裁判在评项评分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评分。好，我们的龟山区是否已经准备好了？好，我们摄影师可能要工作人员，我们麻烦一下，一定要知道最边边哈，要很边边，因为整个场地都是我们的表演区域。我们甲组有160到200人，所以队形一展开的时候，整场都是。那我们待会会有一个计时。那超过时间会扣分哦，请各区记住。所以我们从领唱的一领唱或者鼓一敲下去，我们就开始做计时了，一直到最后一位退出我们的场地或者是领唱结束。哦，表演时间是10到12分钟。超过就会扣分哦，资讯册上面都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舞蹈竞赛。好，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再看一下摄影师的位置 OK 吗？可以啊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甲组。第一个要出场的是龟山区，好，请开始。
明白吧？